现在这个明星啊，感觉就是自己像老百姓一样哈，是个小粉丝。不是，明星本来就是普通人嘛，所以他们是小粉丝也不奇怪，而且很常见，对不对？那最近呢，据说这个女神这个舒淇又多了一位小粉丝，她是谁？而且是位帅哥，就是冯绍峰，来看一下。在冯绍峰的眼里，为电影宣传可不是重点，重点是求女神舒淇的关注。淇女神，你微博啥时候也能关注我啊？各种卖萌套近乎，冯绍峰这小粉丝也算是到位了。只是截止到记者发稿前，舒淇还是不为所动啊，看来冯绍峰还得再加把劲儿啊。